从正面的话，我们大概分成上中下三等分，均等。然后从下巴观点的话，从人中跟下巴是1:2或1:1.6这样的比例。那刚刚你说了，从侧面画这样一个直线，就鼻尖唇下巴这间成一个直线，这都是个不错的一个概念的、啊、但是我们在参考实际做运作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看第一个是主观的美感，还有就是你个人的一个条件，像鼻子本身条件够不够，你嘴巴是不是有龅牙，我们还是要参考一下。所以我们不能完完全全依照这样的比例来看，然后还是要做整体的一个评估，这样大致上是这样。